趣要进行比赛的是男子100米的决赛，这组选手的年龄都在60岁以上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表现。通过这个平台向大家展示一下，我们老年人也可以作为一个全民健身的推广者，很棒，场地很棒，赛事组织的很好。这次的厦门田径公开赛，同时也是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的预热赛，来自全国超过1500名的田径爱好者，年龄最小的12岁，年龄最大的72岁，老中青少共同在这片曾经创造过世界顶尖成绩的舞台上纵横驰骋，超越自我，也给观众们带来田径的感官盛宴。以前更多的是在电视上看，就是没有身临其境的感觉，就是这种会更直观更刺激，就感觉那种就是能够体现出那种就是选手的拼搏的精神，能感受得到这种这个气氛都非常好，这感觉一进来就感觉心潮澎湃的感觉，这年轻人是一年比一年厉害了，我感觉这个田径项目在厦门发展是越发展越好。参加本次比赛的大众选手在4月20号钻石联赛当天，不仅拥有专属的观赛区，同时男女100米、5000米以及高校组男女4x100米的选手，还有机会作为特邀选手参加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的垫场赛，与顶尖田径选手同场竞技。很多高手都会来，到时候其实很多东西可以学习。一方面呢，就是自己想在这个垫场上比出自己的好成绩，然后另一方面想看一下这个世界的高水平的一个运动员的发挥。